说的那个什么天命人也该到了。别个兄弟去的地界，上去没有我这一舒坦。
一群老不死的，符还挺厉害。这么快就能上蹦下跳了？若不想惹祸上身，这里的事你最好少管，趁早追上那只猪要紧。
Thank you.
小西天辗转来到盘司令，哎呀，欲求见百目真人，谁知他闭关不见，还把我捉进洞来。我听说那蜘蛛精大多如狼似虎，可能正需我这般精壮汉子补补元气。哎呀，今日多亏猴兄弟，若非你一路相救啊，我怕是回不成火焰山了。唉，猴兄弟可曾听过天命人说是有位天命人一路大厦誓要救活孙大圣？我家大王与孙大圣曾是结拜兄弟，大圣陨落后，大王好似变了个人，将我等遣散。那天命人若真能救活孙大圣，在下也愿助其一臂之力。这一路来我到处求人，虽济穷力竭一无所获，却也想通了。猴兄弟，我已做好打算，求人不如求己，他们不救，我自己去救。他日若能在火焰山相逢，定与你饮酒欢会，万万保重。这一路来我到处求人，猴兄弟，他们不救，他日若能再活，万万保。这一路来我到处，猴兄弟，他们不救，他日若能万万保重。这一路来我，猴兄弟，他们不救，他日若能万万保。
陆，我帮你铺好了，救人易救济难，后面咱们就各凭本事吧。臭猴子，你说这山岭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？